家好，我是身高190，今天带大家吃的是西南交大的螺蛳粉儿，走，跟着我尝一下。这儿是西南交大的北门儿，这家螺蛳粉儿呢就开到这个地方的，位置不是很起眼。螺蛳粉儿起源于广西柳州。最近几年，成都人也开始慢慢的接受它的那种口味了。这个就是一碗正宗的广西柳州的螺蛳粉，现在我来帮大家品尝一下它的味道咋个样。好多放的有这个叫腐竹，我今天问了下老板啥叫腐竹呢，就是我们成都喊的豆筋，拿来炸了一遍，吃嘴巴都多香的。还有这个叫酸笋，我问了下老板，其实就是笋子，这个配到后头吃起是多爽口的，很脆。然后后头还有木耳。最后来说下螺蛳粉这个粉儿，听到老板说，它不光是拿米粉做的，它是拿米粉跟糯米两种和到一堆打出来的，所以吃到起特别劲道，很舒服。最后来说下这个汤哈，咋说呢？闻到起很臭，有那个酸笋跟田螺的那个味道，因为它是田螺熬的噻。但是喝起哈是非常非常香的。好，今天螺蛳粉也吃完了。如果喜欢我的朋友呢，可以点下关注。